千参加陆众乘风2023，表现相当亮眼，备受外界看好是夺冠的人选之一。而近日他出席马来西亚活动，就被问到参加节目，姐妹 Selina 和田馥甄有没有给什么鼓励 ？Ella 透露两人都会在群组里帮他加油打气，并完全相信他，还对他说：“你这么棒，你是我们 SHE 的骄傲。”说完这句话 ，Ella 眼眶立刻泛泪，而他整理好情绪，接着感情说道：“我就觉得很开心，我没有让他们失望，然后我也有做到我本来就会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叫我什么，他们只要相信我跟鼓励我，我就觉得是最好的支持了。”三人的好感情让网友们看了都相当感动啊。Thank you.